挑战天堂，我是珍珍，我是常常。抱歉让大家敲完那么久，现在才开手杖天堂。因为我跟芭比妈咪最近在筹备一件事情，没错，我们要开店。错啊，他们现在要来开虾皮卖场。我的虾皮卖场叫做晨晨的抽屉，他可能就会卖一些夹子啊，或者是手杖用品之类，就是我平常会用到一些东西。然后呢，如果有出新货的话，我可能就会在我的 IG 上面发新的东西。对，有 IG， 记得追踪一下。然后还有，但是有爸跟 Joey 的，好吧，也要追踪一下。这边也要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因为晨晨有自己的想法，然后也想要赚点零用钱，所以现在要开一间实体店面是比较困难的啦。然后之后如果我们卖场经营的不错的话，也许啊、哦，就可能会开一间实体店面，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多多支持的。对啊，对啊。那因为我以前在做生意的时候，我爸跟我妈都还蛮支持我的，也不会说因为我做那个小摊子，我爸跟我妈就是会在我背后一直不断的帮助我这样子。那晨晨现在想要开店，我觉得我要支持他一下。对，所以我们目前就进了一些货了。进的货我都已经整理好了，来，我整理的。这有什么要碰？整理在我们的仓库。对，因为我想说用现有空间，不要让家里很乱。这是手杖的用具，其实我有分类，它这边都是手杖的用具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法式，然后还有我们这次有特别去定做的晨晨的卖场的贴纸，这个其实是我画的，不过这是制作原小啦，之后这一批用完的话就会换一下，对对，又换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些贴纸，这都是晨晨挑的，然后这边有这种手杖的礼盒，它这是离心本，然后放在这边。那这些就是晨晨平常会夹的发夹，他自己的夹子有超多，真的超多的。那还有发箍，那大概就是这些啊。如果卖完的话，我们还会再进新的。对。然后我这边会给大家配一组手杖。对，然后里面就有笔刀啊、小垫板的贴纸、离心本、手杖本都有，就是这样子一组买回去就可以直接做了。对。那虽然我们卖的东西可能没办法像其他卖场一样压得这么低，但是我们绝对是比较特别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有成人的小卡。对。然后这是我们卖的小夹子，看。有黑色跟白色，这边还有其他颜色。咖啡色、绿色，然后有透明的，还有粉色。然后还有发箍。发箍。发箍很可爱。然后还有这种。绿色的。对，这有很多颜色啊，这有三个颜色。这个超好看的，我觉得。我这几天我都有在加这个。啊、哦。超可爱的。我很喜欢这个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我觉得超有质感。放上去。嘿嘿。所以想要跟晨晨同款的，可以上他的虾皮卖场，好吧？我可能在 IG 会发，然后就跟晨晨同款。对，可能同款。好的。大概就是这样了。那晨晨今天的手杖呢，就会用他自己进的货来做一根手杖，对，好吧？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要开店了。这个一卷买回去有三个循环，所以这重复的可以用三次。买回去就把它剪下来贴在明信本上，这样子才可以把图案贴下来。对。好，现在就把贴纸都贴在明信本上，这就是一循环的量。我只是。这样有三页。对，这样就有三页。这个我要贴晨晨的抽屉，这是我们的贴纸，专属贴纸被我贴坏。这也是我们卖的笔刀、哦。这个笔刀很华丽。嘣嘣嘣嘣嘣。就是比较崎岖的地方，我就写字。啊，这个不小心画歪了。赶快用钉花来拯救。你就画点点。就这好，我旁边要加一点装饰，这样会看起来比较生动。
我把我的排版做好了，我现在开始写字。嗯，蛮可爱的。卡卡，嗯耶！这一篇我要签个名，我要签在这里，签一个大的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做的手账，漂亮吗？你们想要买吗？请在下面留言哦。超限量，好吧，晨晨做的第一篇，因为晨晨真的自己也想要做一点小生意，好吧？他的梦想就是成为有钱人。对，我的梦想就是成为有钱人。不是他的梦想不是成为有钱人，他的梦想是成为财富自由，他就是有钱人了。对啊，他就是有钱人。是吧？不一样。对，我就是的梦想就是财富自由，很现实的。好，那我要把这本放进去喽。外面还有一张我的专属贴纸，就这样一盒，好吧，手账组。很搞笑，那位小姐刚刚念成装纸，装下装。我觉得这个发箍很好看，我喜欢这个。只是我今天头发有点不配它，就是。好，以上这就是我今天的手账现场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卖场哦，然后顺便追踪我的 IG。对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拜就分享按赞加我，拜拜。真的要开店喽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请大家